大家好，我是 Sonia 郭倩妮。加拿大和新时代电视我都非常熟悉的，因为我当年不单止在加拿大住过，参选港姐的时候我是以温哥华海岸佳丽的身份参加的，所以很开心能够在5月参与金钻星光大会演这个大 party， 到时见啦。